雷暴力，看我多了解你们，我了解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，我了解你们喜欢什么角度，什么时候轻一点重一点，哪种道具喜欢软一点硬一点，我也了解你们会在什么时候玩这种烂梗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转呢？我的确这次投稿当中间隔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原因我在 B 站的动态有发过，主要是因为我被关小黑屋了，包括现在这个视频，包括接下来的 N 个视频应该都是在小黑屋的状态下。本来呢是想等到5月23号小黑屋放出来之后再发，但是整个过程了解下来，有可能往后发的视频就是放出来我发又进去，所以呢我觉得等着没什么意义了。然后呢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明确一下自己想要什么，我做这件事情还能不能为我带来快乐，还有没有人需要我的视频，需要我保持虽然不是特别勤快但是稳定的更新视频陪伴。几方面综合考虑下来呢，我觉得好吧，即使是在小黑屋里，但是它不影响我依旧喜欢做助眠，我喜欢挖掘更多有意思的声音，各种奇奇怪怪的操作，然后也不会改变。有很多人，感觉好漂亮啊！有很多人依旧是很喜欢看我的视频，每过一段时间见不到我就睡不着觉，饭吃不下，浑身痒痒，对，呼吸不畅，胸闷头晕，耳鸣，不停的打嗝，开玩笑说的，严重了一点。在其实关小黑屋也就是长兴奋的速度慢一点，就是有多少三连也拿不到推荐位，然后创作激励应该只有原来的1/10左右，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，好像其实也不违背我初衷，就是我喜欢这件事，我希望更多人可以跟我当时一样，跟我成为 UP 主之前一样，就是在自己睡不着然后很难过的日子发现了这样的方式，发现有人陪伴自己，然后虽然不是靠这个，但是呢也陪伴自己度过这么一段时间，反正我就是这样成为 UP 主的。这个事情感觉本来不想在开头说，但是不在开头说就代表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有人问，问得我有点心态爆炸了。我是个特别容易破防的人，被破防的人，所以呢就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，如果这个视频投了，点击量不高，数据没有以前的好，评论没有以前的多，或者粉丝涨得很慢，你们千万不要跑到评论区问我，哇，你凉了，你怎么了？对，怎么几个小时才多少播放量？因为我已经说了，我在小黑屋里，你们不要再搞我心态了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几个声音，一个呢是今天晚上直播跟小伙伴们沟通出来的，我听到蹦顶抓什么的声音，沟通出来的一个有点刺激的一个音效，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还有呢是很符合主题的鸽子声，鸽子的翅膀拍打你的脸的声音，还有是最近越来越多人喜欢的这个音叉。我觉得我的音叉其实真的做得很烂，有那么多人
很喜欢听我做饮茶到直播间来点这个声音，应该就是纯粹想看我敲自己。我已经裂开了，你们就不要不要那么期待我把自己敲碎的样子。好了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说了两万字之后跟大家说话不多说，不愧是我。接下来要做声音了，辛苦导航君，告诉一下大家怎么避开前面的逼逼叨叨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开始吧。戴好耳机，
种毛毛掠过自己脸边上，但是呢，它却没有进来，就会有一种耳朵里欲求不满的感觉。这时候呢，需要换一个小号的毛，深入到耳朵里面，解痒、抓痒，差不多意思。
人觉得我超牛皮的。然后，对，只要我跟我的小伙伴们觉得我超牛皮的，我就是，我就不是抵制内容。